江峰，此话何意？你是个冒牌货，把嘴给我闭上！江峰战神，乃是神殿位高权重之人，没有十足的把握和证据，是不会这么说的。那楚阳真是假的？我就说楚阳这次明明是一条舔狗，怎么可能会是战神？江峰，你敢对神主不敬，你可知道后果？后果？哼，还是先想想你自己的下场吧。想想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江峰，虽贵为战王之主，可是神殿有三母一位，皆以神主为尊，如不敬神主者，人人皆可诛之。陈老，你这话我就不乐意听。我江峰从战部一路杀到今天的这个位置，靠的还真是神主的带领。我怎么可能不尊重神主呢？只是我前面的这一位是个冒牌货，你让我不可敬他。今日这神龙宴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质疑神主？莫非他真是假的？